分就是想要用原汁原味原肉带给客人，不添加一些添加剂。这是我们家的招牌松板猪，那我们有分两种口味，一个是酱烧跟一个是辣味。酱烧的部分我们是用特制的酱油加麦芽糖下去腌制，那它表面会有一点点亮亮的。辣味松板猪它是全中药下去压制的，完全不含一滴水跟米酒的部分，所以它吃起来是非常脆非常好吃的。咖喱猪排它就是用原肉的咖喱下去做贴制去炸的，那我们家的这个咖喱酱它是用咖喱粉跟我们的水果下去做熬制，所以它吃起来会有一点点果酸的感觉。我们希望来心动吃饭的客人啊，一定要放松回家的感觉，不要有任何的拘束。